can see how to push the king part, to push the driving part inside. There will be a pusher to push the driving part inside.你说这惯例里好多人弄得收拾干净。哦，这不是定进去以后直接就上去。啊，然后他就去接胚子，然后这个他自己自己从那边开始顶。自己顶。啊，这不管了。哦，对，他这有那个啥红外感应呢。啊，一会儿你们看一看。你看他这个。没有。你算你雇人了。现在不看了。哦，看到了是吧？这是特色。嗯。这是特色。If you know our competitors, they don't have. Yeah. They don't have. 我然后窑里边我挣钱能不干吗？我得计算。这个全部是我们自己的，这样。这边能换，包括那个转机上的，有些是调整的，自动的，哦，那个自动化的，嗯，那始终就是不需要去经常去堵着，对对对，那个三极环。它超过了三分之二的时候，这个你一超过三分之二的时候，自动的报警会开始停机，后面尽量不要停。它这基本上就是第一个位置开始停。哦，从那边开始了，在顶第二个，但是后面它停出来了，然后就是放进去，现在怎么停？那个推进机是个啥？推进机是？这是、啊、你等会儿看，它这个是自动定位，一个的运动。This is a pusher. It's a pusher. It can position automatically.直播干嘛下去？啊，你们可以今天往我这儿来玩。反正定位就是把它定位到每个洞的门口嘛。嗯。就是你跟那个轨道是就是一致的，对，刚好接。